睡了吗？没有。你到那边酒店住得舒服吗？挺好的，昨天晚上没给你打电话，抱歉。没事儿。你会开得怎么谈样的都了？差不多了，不过还有点没谈拢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好想估你计不呀。行，我明早还有个会，如果顺利的话，明天晚上就回去。你约人了？我没有约人呀，你等一下啊。谁呀？不知道是谁，我去看看吧。老婆，出什么事儿？老婆，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把电话给他。什么？让我老公接电话。